哎呀，我终于找到了啊！不找到，不找就不找啊！一找到就是很多个啊，惊险又刺激，哈哈！看一下，这里有四朵啊，一朵、两朵、三朵、四朵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今天呢，我上山来找这个羊肚菌来了啊。现在呢，还没到林子里面，正在赶路。待会儿到林子里面找到了，就带你们看一下。今天呢，有小小还有我妈啊，我们三个人一起上山找这个野生羊肚菌。我们呢要顺着这条河谷啊，一直走上去，走到海拔2800到3500之间那样，就这个野生羊肚菌生长了。找这个野生的羊肚菌也是很难的，朋友们，跟这个挖冬虫夏草啊、捡松茸啊差不多啊。不知道今天运气怎么样啊？看能不能找到，今年第一次去找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了这个羊肚菌的这个生长环境了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的啊。我妈走得很快啊，她找到了一朵，说的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啊。哟，好大哦！看嘛，找了好久。你滑下来哦，子儿啊。妈妈，这准备下快。才刚刚长出来的啊，但是被晒到了，看，非常的稀有。小小也看到了一个，你看找到一个就有第二个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哇塞，好漂亮一朵啊，挺漂亮的一朵啊，这一朵是。现在呢，我就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个野生的羊肚菌，它颜色呢比家种的要淡一些啊，家种的呢颜色要黑一些啊。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这个采摘这个野生羊肚菌。我们采摘这个野生羊肚菌的话，就直接把它掐掉啊，直接这样把它掐掉，直接掐掉，看到没？直接掐掉啊。然后这个根部的话，我们就给它留在里面，留在里面给它按回去啊。它第二年的话还会生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正宗野生的羊肚菌，非常的美丽，漂亮得很。我们把这个羊肚菌采了就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啊，把它装起来。今天才一朵啊，小都是小小找到的，把它弄好，然后就揣起来，揣在包里面啊。这个袋子的话，我们暂时不用，还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啊，看运气。环境的话就是这样的，看到没？这样的坡上啊，这个坡度的话，大概在这个70度的这样啊，70度那样，很陡了。我也要专心加油干了啊。今天只要终于看到了一眼的话，就好找一些了，就大概知道它长得在什么地方的啊，哪个位置的，我们就专门看那些爱长的那些位置，我们就能看到它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些位置全部是被野猪拱了的，这一片。现在我们顺着这条路啊，走到另外一个坡后面去找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一朵没找到，我妈跟小小呢，他们一人找了一朵啊，我不行啊，这个羊肚菌不会找，太难了。我妈又找到了啊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找到，激动。两朵，这个羊肚菌太难了，真的是太难了啊！看看这一朵，哎呦，看这里全是石头，看这里又一朵，来你也去，看吧，根部要给它留在里面的，看这，这个根，根给它留在里面，看吧，它明年就还会长。半天了，我妈才找到三朵。把它装起来，看一下啊，这叫映山红，我们这里叫的小杜鹃啊，已经开花了，好漂亮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大家知道认为有没有认识这个屎的？这个才拉几天的啊？这个是好像是山雷或者是野鹿的屎吧，
看这一堆到处都是，这是它分了两次拉的吧。我们继续穿梭在这个森林里面啊，这个羊肚菌也不好找哦，比松茸还难找，因为它生长环境没有松茸那么广。我们小小也找到了，又找到一朵，我还一朵没找到，哎呦太难了，这个跟我们得远啊。朋友们这样看你们能不能看到，你们看一下啊，在这里它的颜色看到没，跟旁边的这个土的颜色非常相似啊，所以说很难看到它的，哎呦太难了。第二坨这个根部就让它丢在这里。哎呀我终于找到了啊，不找到不找就不找啊，一找到就是很多个啊，惊险又刺激，哈哈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呀这里就是三朵啊，碰到了一坛哦，四朵，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，看到没这个位置，朋友们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有四朵啊，一朵两朵三朵四朵，这里还有一朵，这里来是有人被人踩掉了的，应该看这里有一朵，这个是掉了的鱼，这有一朵，然后这里有一朵，看到没，然后我再看一下啊，再看一下这边这个位置，我最先看到的是这朵，结果它的周围到处都是，这几块这是它给我带来的财运。哇塞，这把它盖好，我们还是看啊，这里有很多朵，直接把它掐掉，哎掉了可惜了，这个太漂亮了，这两朵是最巴适的。哦，这是好像是一朵，它是一个叉叉那种。哎，小小也看到了，就在捡到我旁边的瓣了。这个羊肚菌有的运气好了，碰到了就是一团一团的，把它盖好。你们看一下，我一下就找到了这么多，哈哈，这个真的是要缘分。这里也有一朵，看到没？非常的嫩。我们小小那边也找到了一朵。这一团我们就找到了六七朵那样，哎，有兴趣了，终于有兴趣了啊！来给我，看，八十岁，哦，掉了，这个方向感走对了啊，它就会碰到。如果我没走到这里来的话，就跟它擦肩而过，就遇不到它了啊。这种就是很小的啊。我们就把它留成种子了，就把它放在这里了啊。他们后面有人来找的话，找到就是运气，找不到它就成种子。朋友们，这里啊，这个位置又发现一朵，你们看到没？啊，哦，这里还有，哇塞！结果这旁边还有两朵，还有两朵，看到没？哦，这是一朵啊，它被这个草茎给它勒住了，看上去就你三朵一样，你看。看到没？哎呀，我们小小没有看到，还是被我发现了。我一下就超越我妈跟她一起的分量了，我是最厉害的，哈哈，是不是？看这两朵，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个杜鹃花马上就要开花了，花骨都已经裂开了。像这朵好粉啊，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吃大尖了啊，三棵大树看到没，参天大树啊，上百年的，看这树下可以遮阳，现在就这个花卷给它吃起来，这个午饭吃好了，我们又继续出发啊，继续往上爬，再找一会儿，找不到了我们就回家了。朋友们你们看，这里就是雪山了啊，我们从河谷里面爬上来的，爬了很高了，今天你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海拔3200米，猴子，野生猴子啊，野生猕猴，
回去了，他们就看着我们了。这些地方啊，这些地方看，全部是野猪拱的。看，我去，这个拱的好多啊！是吧？长羊肚菌的地方都被这个野猪全部拱坏完了。这个野猪简直是太招人烦了啊！朋友们吃了饭后呢，我们一个都没找到啊，我妈我还有小小我们都没找到，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我们就回家了。这个羊肚菌这个地方的话也是生长的不太好啊，